The following is a production of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唔該，你好啊，我想問李生。等下，李生，李生要揾你。喂，李先生有咩事啊？李生你好啊，我係張君，我係陳太太嘅好朋友。你好，你好。咁咧，我聽阿陳太講，你對於開餐館好有經驗嘅喎。講句真咧，都唔係講話好有經驗，不過我喺度做咗好耐啦，好多嘢都好熟。其實我想喺呢度咧開翻間餐館，咁我知道你喺度做咗好耐，而且仲好成功添。唔敢講話好成功，不過10年前咧，我嚟到呢度就開始一間餐館。哇，10年前，咁其實我知道咧，美國呢度開餐館咧就有好多嚴苛嘅規矩，咁請問你可唔可以指教一下我咧？好啊，我同你分享下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好唔好？好啊，多謝你。開車時咧，我對美國餐館條咧好難明白，好難遵守。 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咧，我發覺佢並唔係好難咁跟隨嘅啫。你睇我間餐館，生意都唔錯，我啲客仔嚟嘅都係我哋嘅熟嘅客仔，佢中意我間餐館乾淨。其實咧跟隨咗美國啊，呢個餐館條例啊係對我哋生意係好處嘅。你知道中國同埋美國嘅餐館條例都唔一樣，但係美國餐館條例亦都唔係咁難啊，去跟隨嘅。咁我應該有啲咩可以做咧？ 好啊，我不如揾笪地方坐下嚟到傾下，好唔好？好啊。美國人咧好着重一個清潔同衞生嘅。如果你唔注意清潔同衞生嘅話，細菌咧四處生長，呢啲細菌咧會令到人咧得病嘅。美國餐館嘅條例啊，可以幫助你使到食物嘅安全，咁啲嘅客人咧就唔會得到病啦。 Anna，可唔可以斟啲茶飲啊？你個諗下，如果你嘅客人咧喺你餐館食咗啲誒生病嘅話，咁就慘啦。還可能咧，你嘅生意都有麻煩。首先，你一定要喺嗰啲有牌照嘅信譽好嘅店咧入貨。喺美國嚟餐館檢查嗰啲檢查官咧，對你嘅食物嘅來源咧查得好嚴。喺中國，你可以喺街度買雞肉、豬肉。 牛肉、鱼、蛋同埋蔬菜，喺呢度咧就唔得。咁我应该喺边度入货咧？你可以从中国杂货店或者食品嘅供应商嗰边买。你亦可以从当地嘅农产品市场买个蔬菜。同样咧，一定要喺食物一送到你嘅餐馆嘅时候就立刻嘅检查。如果呢啲食物包装有问题啊，就要即刻退货，因为咧咁样嘅食物咧系可能咧系唔安全嘅。 检查你嘅食物，退翻嗰啲唔好嘅，咁样嘅话，你嘅生意同埋声誉咧都唔会有风险。检查官亦会要求你将生嘅鸡、肉、鱼同生嘅蔬菜分开嚟放嘅。餐馆嘅规矩咧，同时亦要求所有切开嘅蔬菜咧，一定要放喺冰箱里边，或者用冰咧包围起嚟。咁如果我净系得台冰箱嘅话，咁点做咧？咁样你就应该将生嘅肉。 鸡同埋鱼咧，放喺冰箱嘅下格，将呢个蔬菜放喺冰箱嘅上格，千祈唔好俾啲肉汁咧掂到个蔬菜。仲要留意啊，保持呢个饭嘅温度。检查官咧常常去检查啦，饭嘅温度系咪保持喺135度以上？但将啲饭一直咁样保持高温，啲饭好容易会变干。用咁样嘅饭煮出嚟嘅炒饭会可能唔好食噶喎。 开一餐馆之后咧，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食品安全学习班，我喺里边咧学咗好多有关嘅细菌嘅知识。如果啊米饭如果唔保持高温嘅话咧，细菌就喺里边增长得好快，食咗咧会令人咧生病嘅。如果有人喺呢个餐馆食咗啲饭生病嘅话，我相信佢唔会翻嚟，佢亦都会话俾人哋听。
我聽講咧，喺個地區有幾間餐館停咗業啦，就因為有人去到嗰間餐館食咗唔乾淨嘢而生病。點樣可以保持啲飯嘅温度，而有足夠嘅水分去做炒飯呢？飯熟咗之後咧，將個飯落喺電飯煲裏邊，唔好熄咗個電，同時咧係冚住佢，時不時咧係去反下啲飯，適當嘅時候咧加啲熱水，防止佢變乾。檢查官咧亦都會檢查其他熟食嘅温度。你知道啦，中餐咧都係用高温嚟煎炒嘅，而且常常啊係即點即炒嘅，所以咧煎炒温度並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咧，無論如何，你必須保證所有生嘅食物喺煎炒之前咧係保持低温，一定要保持生嘅肉、雞同埋魚嘅低温。唔係嘅話，細菌就會喺啲食物咧生長嘅。煎炒唔可能殺死所有嘅細菌，仲要將其他食物分開嚟放。美國人中意咧乾淨嘅食物，亦都中意咧乾淨嘅餐館。如果佢覺得餐館係唔乾淨嘅話，佢唔會再翻嚟嘅。所以咧，乾淨嘅餐館咧係對生意有好處嘅。吩咐員工啊洗手。我以前的員工習慣手污糟的時候先洗手的，後來我提醒他們凡是做任何事之前一定要洗手。比如說我訓練我的員工在切肉之前洗手，在切肉之後洗手，在切蔬菜之前洗手，還有我告訴他們不能夠在衣服裡面抹手，這些是不能夠接受的，他們必須用溫水和番鹼洗至少20秒，再用清水來沖洗，然後必須用紙巾來抹手。很多中國人會覺得用紙巾是很浪費，但是這種花費對生意來說確是值得的。用多一些清潔劑來洗個碗碟，不要等到水污糟之後才去換。檢查官員還要求碗碟洗完之後要消毒，你首先要洗個碗碟，然後用清水去過，然後浸在消毒的水中，這樣做可以殺死可能殘留在碗碟上面所有的細菌。加一羹的漂白水在一加侖的溫水裡面，千萬不要用香味的那種的漂白水，因為不安全。還有將你所有的化學品放在遠離食物的地方，這樣做就不會污染到食物。有些員工和我做了很長的時間，他喜歡我做，雖然我要求很嚴謹，我從來不讓他們大病工作。如果他們來了之後，我也安排他們回家休息養病，一直等到病好。他們現在明白了，如果他們大病工作的話，他們會讓到顧客和他們同事會生病。還有如果那些工人切親的話，我會告訴他們一定要包扎，還要戴個手套。我想這些都是在美國開餐館的重點。這些跟我在中國的做法有些不同，而且還有很多細節和要求要記住。我一開始都有同樣的困難，後來我已經習慣了，而且對我來說遵守個美國餐館的規矩也都變得很簡單。我在那裡開餐館已經是10年了，從來沒有顧客埋怨或者投訴我的餐館在清潔衛生上有問題。記住清潔意思是說清潔的手、清潔的盤碗、清潔的餐廳。隔離意思是說生和熟分開，蔬菜和肉、魚、雞分開。烹煮意思是說用適當溫度去煮食物。冷藏意思是說所有的蔬菜和肉在沒有使用之前都要保持低温。真的很多謝你，你幫了我很多。祝你好運，有什麼事找我。
The preceding was a production of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The views and opinions i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author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e views and opinions of the NMSU Board of Regents.